哈喽姐妹们都说这个聚黑头的这小绿毛好用，咱们今天试一下看它到底怎么样啊。好了，等10分钟，咱们揭开它看看啥效果。看到点了啊！我反过来镜头让大家看一下啊，吸下来的东西，看这上边。挺管用的啊。它这里边还有一个毛孔收缩液，洗干净鼻子之后把这个毛孔收缩液，哎，我就不喜欢用棉签，用手吧省事，急性子，哎呀，我就这急性子。好了，就这样就可以了，挺管用的姐妹们啊，上面吸下来好多脏东西啊，刚才镜头反过去让大家看了。